250克要50万，再加一块吧。啊，那么大老板，咱喝什么？你好，老板。你好。哦，那么好东西啊。好东西啊，肯定是好东西啦。一个波纹机炖煮，冰飘花的。那你们尝尝看，老板，这是薯片可以的吧？有，这个这里开创的美店也是不会的。这有好东西吗？有好东西啊，我那边有好东西啊。来，来看一眼，那就。好。来。滴滴摸摸的小东西嘛。啊，这个好东西不是滴滴摸摸，这个东西小，很漂亮。怎么老是用这个卫生纸包啊？我们好多是在家装的。这个色料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看一下三号羊奶就是卖完的吧。从它的皮革来看，它这个是一个磨完机敞口的，局部大面积都开窗了。从肉眼看，它的肉质还是可以的，哇，压灯还是不错，它的肉质细腻，种水也不错。这个取几个账面是有的，稳稳的，就是太小了一点，小东西一个。回来嘞，这个50万，50万，多重呀？这个250克。250克要50万啊！这个东西小，这个千里眼好呀呀！这个看一下你，你老戴佩雷踢了不？啊，没有，你东西慢慢的看一下吧，那么大老板呀呀！东西呢也是好东西，但你也不能乱要价，满天要价。哎呀，老板，我不是乱价，卖家是也不是乱价，老板。我们又不是不懂的人，是不是？天天在看那么多的货，值多少钱我们是知道的。砍一刀，失手啊！哎，再砍一刀。30万，砍一刀10万，不行，砍第二刀5万，他也砍不了，砍两下就去了15万。那么好东西30万，我不是乱加呀。少一点，再少不了，老板少不了。这样吧，什么？20万，20万买不了，20万买不了。我已经是给的很高了，我一口价都给20万。好几个对面鼠标可以啊，老板，你都是干啥吧？东西是我看得到了，我已经看了好多遍了，是不是啊？一口价30万，那你也爽快，我也爽快，25万。哎呀，20万买不了呀！25万你不卖，我也加不了，那你就拿着回去吧，加一块。一块？我一块的人吗？哎呀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那么坦了吧？哎呀，没有，我就看到那么多了。啊，你要？好，买给你，老板，走吧。哇，那么爽快，要不要？买贵了。没有。